然后后来才做这个东西，所以也是都没有喷药，因为我们要花嘛，花完全不能用药、然后但是就是因为保留花踩下去下去不能喷农药，后来导致我们的文旦柚外表真的不行，而且不太能放。可是很甜，对，是还蛮甜，但是就是像你们这两年的新产品这样子吗？今年的新产品，它算是历史还蛮悠久的，所以说我们想要用别的方法来做，对，而且一年才一次，对啊 ，but it's actually very good， 对，然后因为用汤匙，它就像挖那个手链。啊，好熟练！哇哦，那是 performance， 就可以完整的出来哦。帮我按这个啊。哇哦，然后再慢慢的把那个膜跟它脱离。好像，对，你也要做这个吗？我是负责剥的，然后我负责切开、绑开，然后再用绑的。我喜欢绑这个工作。对，他喜欢绑，所以我剥他就绑。这样就是完整的了。而且因为绑要比较大的力气。哦，要绑紧，对不对？绑紧，对。然后茶叶这个剥开之后，茶叶再搅拌。还是你们要 DIY？ 好啊，可以先吃一片柚子啊。